你那个后期来的，一分是问你，一只脚被脱掉了怎么办呢？走哪里去？给你死！ 今天我决定去招什么作为陪酒的经验，我要去调一下绵绵。兄弟们，明天来，我们下一个。明天，要是碰见渣男了怎么办呀？好，等下看咋的。要是他纠缠不清呢？ 你们要的过肩摔就成来了。扭腰顶胯，同时跪地，手往怀里摊。再打他！哎，我直接上去，盘盘鼻洞，盘盘的我都被打，我想打不了。来，我来。心情被拉垮。当年使用的你，现在。 大脚一个熊啊，两张币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房子属鼠啊，大脚没哈。你这个是不是？上大脚。发生了什么？这种情况迅速上握其手腕，起身的时候，往下压。当有人从背后按住你头发时，缩小往后撤步，右手从他的手臂外侧顶住其肘关节，迅速攻击其面部。 哎，真的吗？不动。当被人打中你的时候，右手迅速扎稳你的手腕，左手放开，下肢着地，剧烈冲，好几下。哟。警长你好，不要靠近他。哼，我肯定往这儿跑。